近日，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曝光了一组张泽天早年拍摄的芭蕾舞写真旧照。一向低调的张泽天跳起舞来舞姿优雅大气，腰身纤细窈窕，很快引来了不少网友前来围观。照片中，张泽天扎着一个俏皮的丸子头，额前头发往两边分开，露出精致五官。他的全身上下看不到一丝多余的赘肉，不论是身材管理还是体态管理都相当优秀，完全不输圈内女星。在外参加活动时，张泽天身材苗条，气质不凡，看起来是精炼的女强人。当张泽天换上健身服后，她又变身运动少女，单手举着哑铃也毫不费劲儿。可以看出，张泽天能够保持这样完美的身材和体态，也不是天生如此，这和她平时的锻炼和保养是分不开的。从张泽天更新的社交账号能看到，她常常泡在健身房或者在家中锻炼身体，其中不乏力量训练。照片中可以看到她的肌肉强有劲，一看就是经常锻炼的样子。虽然不是身处娱乐圈，但张泽天真的非常自律了，怪不得能够拥有如此好的身材。